大家好，我是徐海乔。我好像去年一年半没来了，光荣太容易被 Q 了。我一直特别想演一个人物，是独孤求败，独独。冲冲双飞燕完。独独打扫演播厅。独独打扫演播厅，独独打扫演播厅，独独打扫完演播厅，动动亲摄像机，亲摄像机哪台？飞台，飞了也可以，这台吧，这台飞了也可以。独独，独独再见。哎，你别害我。独独买机票回家。我就想说独独再见。我走了，机票呢？机票。动动心，动动心，动动心丸。独独打扫演播厅。独独打扫演播厅，独独打扫演播厅，独独打扫完演播厅，登登那个罗汉卧。好。登登是你。我的好软啊。有技能的。哎呦，大勋，还差不多吧？差多了。这太难了。对啊。可是就是这样的，然后你把这个放上去就行了呀。放不上去，怎么可能放上？要不我坐上去给你压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呀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几今朝，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请接。谁知晓，下一位。好，海乔。谁负谁胜出今朝？杨洋，我提醒你，你对了一大半。谁负谁胜出天知晓？回答正确。好，继续往下。谁负谁胜出天知晓，繁华声遁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，梦偏冷辗转一生，情债有几本，我应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请接。醉里看百花呢。就漂亮。这不会送分题，我只会唱那一句。来，海乔。醉里看百花千古愁。不对，这个很难，就是你到嘴边的时候反而很难了。醉里看那我又醉了，你又醉了。来，下一位。醉里看百花万古愁。不对，下一位。醉里看那百花，没有那。醉里看，等会儿。醉里看百花胜出愁。回答正确。继续往下。醉里看百花胜出愁，爱着你像是条难
节。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尘。唱得好，完美，好，请继续。前朝几度红尘，相认的不是道人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。在平地书痕里，放前朝的记忆。这么自信的，海江，在平地书痕里放前朝的笑，前朝的倒影。好，在平地痕里放前朝的回忆。不对，什么意啊？想想什么意？洋洋随便来个意。在平地书痕里放前朝的记忆。果然随便来了个意。来，又来了。在平地书痕里放前朝的飘逸，你眼带笑意。不行，继续。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，请赐予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。大勋上，一个上一个来。菩提树虔诚的分享。不对，好，大勋试一下。让我能安心在菩提树下虔诚的供养。我提醒一下，第一个字是静。让我能安心在菩提树下静心供养，静静的供养。唱，静静的观想。对了，来准备，转起来，先拢拢齐。干嘛，皇上？这是给您上供的金元宝。他怎么这么难？太惨了！衣服怎么被脱了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他怎么？他是没有站对位置吗？二号柱子一直响。哎呀！哇，头，海娇一直在被殴打。你护好头，护好头，护好银子。哎，这，好莫名其妙。海娇，你要笑死。辛苦啦，婷，哎呦，太不容易了。我发现了那个终极 bug， 就是小猴献桃。好，那么情境是这样的：马兰派的大师兄为了医治卧病在床的师父，独自上山采药，失足坠落山崖，陷入了昏迷。这时候众人发现了他。好，接下来我给你们发你们的角色卡。欠了他十两银子的同门师弟，因为师父倒下去了，海涛继续失忆，发现他的是欠了他十两银子的同门师弟乔师弟。这山上怎么这么滑呀？乔师弟还没见到他就摔死了。有人跟我说啊，这个大块头傻师兄啊给失忆了，最好是真的，这样的话呢
我欠他的十两银子就不用还了。是踩到师傅了吗？哎，谁又踩了我一脚啊？这不师傅吗？算了，让师傅滚开点吧。师兄，是这样的，师兄，啊不，师弟，我是师兄。师弟，你欠了我四十两银子，欠了他十两银子的同门师弟。敲诈呀！不记得是不是？不记得是不是？你不记得那天啊，在师傅家门口，你说你江湖救急，我好心好意把四十两借给你，是吗？对啊，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吧？是吧？没有四十。我当然希望你最好这辈子都不记得了。如果这辈子你不记得的话，我们两个师兄弟的感情就可以永存了。这不好了。我其实是给师傅看病的，你快把钱给我吧。行，我没零钱，我回头转给你吧，转给你吧。You what？ 啊，行行行，就他吧。这个时候，师弟拿走了涛师兄采的人参和灵芝，苍茫的离开了现场。那今天呢，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方式，要来夸奖一下在座的朋友们。好，那海乔，哎，等等，哎，等等啊，你看清楚了再说。来这一套，好好把那个盛在那个最箱底下的那个好词拿出来。海乔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小猴献桃。我订机票走了。好，有什么古风的词可以形容一下海乔？丽若芝兰玉树，笑如朗月入怀。横批小猴献桃。下面到海乔。浊酒过断肠，你还在心里。你还在啥？你还在心里啊。喝酒喝的特的肠子都断了，喝到的肠子都喝断了，还在心里，还没忘。对，还是没忘了你。哇，这个就非常的危险了。安全。哦，三二一，又砸，又砸，又砸，砸！张哲瀚、徐海乔、魏巡和海涛为我们带来《英雄梦》，不要说唱。天自由，藏龙卧虎，不服输掌门转念
处沉浮。天地间看英雄谁处沉浮。我是一个壮士，真的到底是哪一把呢？三二一，好，最后获得我们马兰古剑的就是娜娜这一队，祝贺你们。